延禧皇帝花式飞踢，哭主公公超无辜。没做错事儿啊！好拜托哎，皇上想出来的哪需要理由啊？这破烂儿，还好意思称作是书法？延禧攻略皇上不止嘴巴坏，丢人！脚上功夫也很了得。皇上，这长春宫还去吗？转过去。哎。璎珞姑娘刚才还在院里，现在。奴才不知。滚！滚！丢了十三皇叔的脸，丢了安享君罗家的人。但皇上的大力金刚腿最常落在他的身上。先摘了恶善的脑袋。皇上，皇上怎么了？皇上，您找什么呢？刚才那小宫女呢？皇上，奴才犯了什么错？您随便找个人打奴才就行了，别让奴才的剑臀脏了您的龙族啊！站过去。